23岁少妇独自到工地做粗活赚钱，丈夫不在身边的她，竟只能和7名男工挤一间宿舍。只要一提到工地，许多人仍然认为那是男人待的地方，但在大陆的一块工地里，就有个23岁的年轻妈妈，每天跟住男工一起扛重物、做粗活，天天都连续工作12小时不喊累。图片来源：新浪新闻。据新浪浙江新闻中心报道，这名23岁的妈妈易琴来自四川，拥有高中学历，2年前嫁作人妇，并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，但为了维持生计，夫妻俩将小孩托付给公公婆婆，丈夫到非洲打工，而她却独自到杭州一个大型建筑工地打工。图片来源：新浪新闻。他每天早上5点多就要起床做粗活，工地生活简单，重复而又心酸沉重，每天要工作长达12个小时，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，重体力活使他精疲力尽，但也因为工地就只有他一个女孩子，所以每天下班他都得拖住疲惫的身体回到和7名男工混住的宿舍。图片来源：新浪新闻。平常他就是上下铺，房间非常简陋，他在宿舍换衣服睡觉，为了避免尴尬他都会拉上帘子，而睡觉前他有时想儿子，就会翻出手机里的照片看，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，他说想多赚点钱，以后在城里买个房，一家人团圆，和谐美好的过日子。图片来源：新浪新闻。他内心是多么想要见到宝贝儿子，但为了美好的将来，才刚新婚不久，就和老公两人分隔两地打盼，每天拖住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，碍于都是男生，也无法真正放松心情。